লক্ষ্মী, তাহলে老大哥，这件足奇怪，真神秘哦。嗯，待我来公布啊，救回来吼，我一定要甲问一个清楚。好啊啦，时间无早，等赶紧行。淑琪，你，恁两个必须甲小心一点。我也是无啥物啦，今仔日爱看煞机。看伊，上天。 今日该有定伫飞龙坡，必定有伤到过苗甲陷阱。你大孙仔，你放心啦，阮袂有代志。林姐姐，咱行。翠欣，翠欣，师傅，不管你是不是龙天，你今仔日一定爱死。 你还阁有甚物通讲？敢讲你是爱我了你的命？我云中天是顶天入地，哪有可能向你求了？哼，好气卡！我就暂时当作你是云中天。你既然也毋是爱我了，还阁有甚物代志？在前方别过啊！ 总管讲得有理。
不过我知影你是义勇交作，只要你愿出一步，我就答应放你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三姑娘，果然是你扮衰，想袂到你还义勇变阴。你想袂到的代志还阁真多，今嘛，你应该用去放因走了。希望你唔通想要逃走，一路无我强制一个开，因两个也免想要逃走。下英子，我袂顶当，是顶的，还敢去扶阮姑婆走？我想讲，阮大个无死嘞，原来是你哦。老娘，叫你啊！真假在说起因有惊无险，但是为什么那唔对呢？另有打算，说起因是不是有危险？公主，你好，亲像受到来伤心。我去中到迄个死老狗一只。我必须爱为伊运功用气来医治伊的伤痕。啊，有影，文山，这两天你有看到翠香？师父并无看到香云。唉，这个囡仔实在是使人担心。但不，上阿仔，你去江南山行一转，翠香一定是去怪华庵中找伊的师父。是。文山，你也替去休困。是。
起，害你又看到黄忠天的鬼魂。好啊，那是办雪旗所举办的，你嘛精通易容术，哪会？不是，我看得真清楚，明明是黄忠天的鬼魂，无唔对，是黄忠天。好啊，好啊，为娘先替你医治伤痕要紧。对了。是甚么人把你拍着伤？明日我若拄着伊，我一定要将伊碎尸万段。就算秀才迄死老狗，母亲，伊伫咧探听你呢。原来，伊就是班主子的属下。哎，这，母亲，你是安怎？母亲啊，是安怎是？竟然，竟然自强忘死！阿祖大哥，大哥，你看，我回来了呢。哎，阿祖堂，你看，我们回来了，我无死了。哎呦！当年是要穿啥？你哦，我实在心惊的要脱啊！干人！师妹，要不你先啦。哥宝，哥宝，你老大哥在问你啦。问我？我无安怎？淡薄头疼啦。是。哥宝，我有你啦。唔免啦。我叫陪我就好啊！呀，咱来去。参照今天的大孙兄吼。是啊，伊用那么上听大孙兄。老大哥，你看，前天的讲，伊是刀疤客。对啊。我感觉奇怪啊，伊是安怎要帮助咱？你问我，我要问什么人啊？